我是白痴，白痴是我。哎！我叫阿杰，外貌38岁，是98个月大的女一，现在是为了设计的科技建筑。如果喜欢这些影片，记得看个10遍，订阅频道、按赞、粉钻、追踪 IG、底下留言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阿杰好朋友吵架了。喂，嘿，哦，对，我刚拍完片，我要出去了。好好好，那先这样，好，拜拜。什么？刚刚拍片的时候，你干嘛去戳我啊？我没有，还是没有，就是那个陶姐姐的嘴巴，本来就不道歉吗？天气不是天下 baby 我没有，还给我扯大便，干嘛搓阿田？这里不是耶，你在大声怎么了？关小姐耶，还有那个什么，看什么看？衣服是咪咪的颜色，是因为我没穿衣服吗？讨厌！你到底哪来的自信啊？你看看有哪个枕头不套套子的？套子。我就是不喜欢被束缚的感觉，王爷爷说我穿衣服大家就不认识我了。还有那个艾梦有没有穿衣服啊？露点全身体统啊。阿姆的造型就是这样啊，只是不合理喻又没礼貌。你们不要再吵架了，阿天你就套个衣服吧。你吵架呢？再说你们两个，说你们长得猥琐恶心，不穿衣服，哎呦！我在勾搭小朋友啊，不要不分青红皂白。我跟你说什么黑心白痴，反正你们就喜欢欺负我耶！不要理他，像他这种类型没礼貌的枕头，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，让他自己好好反省反省。罗迪错了吗？什么都不懂，根本就不懂我，根本就没有放在我眼，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，亏我还是里面年纪最大的，亏我还是最新鲜的。他们怎么都不理我啊？可恶，哭了那么久，讨厌。所以我真的错了吗？我真的很没有礼貌吗？阿田真的会好好反省吗？我们下次见。嗨啊，刚刚好吵，不好意思。其实平常是会让阿田套套子，只有帮他拍照的时候才会把他外衣拿下来。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有阿田，所以这一个外衣呢，少说也有10几20年了，是我小时候我的阿嬷帮他做的，帮我做的。布料是偏向凉被，冰冰凉凉的材质，抱起来很舒服。之后还是会持续做这系列影片，算是延续对配音的喜欢。我自己会喜欢配音，也许就是因为小时候长得就喜欢跟一些娃娃一些对话，例如像这只阿田。再来就是画面也是自己拍，也就不会有争议或者是版权的问题。唯一有争议的应该就是金晴跟小姐姐到底要不要打马赛克啊？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看个10遍，订阅频道、按赞、粉丝团、追踪 IG、底下留言分享哦。哎呀，我觉得讨厌阿田的人应该很难再继续看下去，我自己这么觉得。你干嘛去踩我啊？看你不是啊？你在打击什么啦？